银河帝国，十，洛阳，第十六集。好吧，那索拉利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发展新武器，进行颠覆，计划刺杀某个重要人物。面对好几亿的太空族，两万人，能起什么作用呢？丹尼尔并未回答。贝莱又说，我打算查个水落石出，知道吧？但并非使用你提议的方式，伊利亚伙伴。奥罗拉主人对我千叮万嘱，要我务必保护你的安全。你无论如何得这么做呀，这是第一法则呀。不止第一法则而已，在无法兼顾时，我必须保护你，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当然，这我了解。如果我有任何不测，你想继续留在索拉利，可就难喽。而奥罗拉尚未准备好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只要我还活着，就是索拉利的贵宾。若有必要，我们可以尽量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让他们舍不得放我们走。万一我死了，整个形势也就变了。所以说，你的命令是让贝莱活着。我说的对吗，丹尼尔？我不能擅自解释这些命令背后的意义。好了，别担心。如果我觉得有必要造访某人，开放空间还不至于要我的命。我死不了的，甚至会慢慢的习惯户外的。问题不只是开放空间而已，伊利亚伙伴。主要的问题在于面见索拉利人，这点我无法赞同。你的意思是，那些太空族会不高兴？那算他们倒霉，让他们戴着手套，插着过滤器，让他们去消毒空气吧。如果和我见面有违他们的善良风俗，让他们去面红耳赤吧。反正我已经决心亲自造访他们，我认为有必要这么做，而且一定会这么做。但我无法允许你这么做。什么？你无法允许我？你当然明白为什么，伊利亚伙伴。不，我不明白。那么请你想想，那位格鲁尔局长，索拉利上负责调查那桩谋杀案的主要人物，如今已遭到毒杀。如果我允许你执行你的计划，任意将自己暴露在他人的面前，那么可想而知，下一个受害者必定是你自己。所以说，我怎么可能允许你脱离这座宅邸的保护呢？那你要怎么阻止我呢，丹尼尔？若有必要，我会出手，伊利亚伙伴。即使伤害到你，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不这么做，你一定会没命。丹尼尔心平气和地说。贝莱说道，所以又是较高的电位胜出。丹尼尔，为了避免我丧命，你会不惜伤害我。我相信并不需要做到这一步，伊利亚伙伴。你明明知道我比你强壮，所以不会想做无谓的抵抗。然而，如果真有必要，
那我也不得不伤害你。哼，我能拔出手冲，当场把你轰掉。我脑子中可没什么电位能阻止我。贝莱说道。我早已料到，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你迟早有可能跟我翻脸，伊莲伙伴。说得更明确一些，我是前天想到的。当时我们正搭地面车赶来这里，而你突然有了激烈的动作。相较于你的安全，我的存亡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毁了我，自己终究会惹祸上身，进而干扰到我的主人所制定的计划。因此之故，在你首次进入睡眠周期之际，我就第一时间将你的手冲放了电。贝莱紧紧地抿着嘴唇，他竟然带着一柄没电的手冲。他的手立刻滑向皮套，取出那柄武器，一看电量读数，果然不偏不倚，指着零。他将那柄形如废铁的武器抓在手中，颠了又颠，仿佛随时会朝丹尼尔的脸上砸去。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机器人一定能闪得开。贝莱收起了手冲，稍后充饱了电，它就不再是废铁了。然后他慢慢的若有所思地说，你并没有骗到我，丹尼尔。怎么说，伊莲伙伴？你太像人类了，我几乎完全受制于你。你真的是机器人吗？你以前也怀疑过我呀。去年在地球上，我曾怀疑基、丹尼尔、奥利瓦是否真的是机器人。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而我仍旧那么相信。然而，我现在的问题是，你真的是基、丹尼尔、奥利瓦吗？真的是，是吗？丹尼尔被设计的尽可能的模仿太空族，那么太空族又何尝不能尽量的模仿丹尼尔呢？这么做的原因是以便在这次调查中发挥超越机器人的积极性和行动能力，但是借着丹尼尔的角色又能让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做主，如此便能安安稳稳地控制我。毕竟你打算把我当成傀儡，所以我必须易于掌握。你说的这些都并非事实，伊莲伙伴。那么为什么我们碰到的每一个索拉利人统统把你当成人类呢？他们都是机器人的专家，会那么容易受骗吗？于是我想到，怎么会众人皆错而我独对呢？更可能许多倍的情形应该是众人皆对而我独错吧。绝非如此，伊莲伙伴。那证明给我看。贝莱一面说一面慢慢走向一张茶几，掀开其中的垃圾处理器。如果你是机器人，这对你而言太容易了，让我看看你肌肤下面的金属。我向你保
证。让我看，这是命令，还是你觉得不一定得服从命令？丹尼尔解开了上衣，只见古铜色的皮肤上覆盖着稀疏的胸毛。丹尼尔在右乳的下方用力的一按，胸前的皮肤和肌肉随即其中裂开，里面的金属光泽隐约可见，绝非任何鲜血淋漓的画面。就在这个时候，贝莱将放在茶几上的手向右移动了半英寸，砸向一个触控片，几乎立刻就有一个机器人走了进来。别动，丹尼尔，这是命令，给我定住，贝莱吼道。丹尼尔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他的生命，或者说是模拟的机器生命，在瞬间消失了。贝莱对那个机器人喊道，你如果不移动脚步，能不能再找两个同伴来这里？如果可以，赶快进行。那个机器人答道，可以的，主人。不久便进来两个接到了无线电召唤的机器人，三个机器人肩并肩站成一排。贝莱说道，小子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原本你们以为是主人的家伙？六只红眼睛郑重其事地转向丹尼尔，齐声说道，我们看到他了，主人。贝莱又说，那你们是否也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主人其实和你们一样是机器人，因为他也是金属之躯，他只是被设计成好像真人。是的，主人，你们并不需要服从他所下的命令，了解了吗？了解，主人。话说回来，我是真正的人类。三个机器人迟疑了一下，贝莱不禁担心，让他们见识到了那么像真人的机器人之后，他们还会不会把任何具有人形的东西当成人类？好在其中的一个机器人终于说道，你是人类，主人。贝莱这才喘了一口气，他说道，很好，丹尼尔，你可以动一动了。丹尼尔换了一个比较自然的姿势，平静地说道，我想刚才你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其实只是幌子，目的是要向其他机器人揭露我的本来面目。的确如此。贝莱说完便别过了头去，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东西是机器，不是人，谈不上欺骗不欺骗，但他完全无法压抑心中的羞愧。纵使丹尼尔敞开胸膛站在那里，他还是或多或少的像个真人，或多或少的令人不忍背叛他。贝莱说，合上你的胸膛，丹尼尔，然后听我说，就力气而言，你敌不过这三个机器人，这点你也明白，是吗？这很明显，伊列伙伴。很好，小子们，听着。贝莱再度转向那三个机器人，不准你们对任何的同类或者任何的主人提到这个家伙是机器人，任何时候都不行，而且从今以后只有我才能解除这个命令。感谢你，丹尼尔轻声插嘴道。然而，
贝莱继续说道，我不容许这个像人的机器人以任何的方式干涉我的行动，万一他试图对我进行干涉，你们就出手制住他，但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千万别伤了他。除了我之外，不准他和其他人联络，除了你们之外，不准他和其他的机器人说话，无论面对面或者显像都不行。还有，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他脱离你们的视线，把他留在这个房间。你们三个也一样，在接到后续命令之前，你们的其他职务都暂时解除。我所说的，都听清楚了吗？清楚了，主人。他们齐声应道。贝莱又转身面对着丹尼尔，你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别再试图阻止我了。丹尼尔任由双臂松垮地垂下来，说道，我绝不能由于不作为而使你受到伤害，伊利亚伙伴，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不作为。这个逻辑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我什么也不会做。我相信你会自求多福，会安然无恙。这就对了，贝莱心想，逻辑就是逻辑，机器人除了逻辑什么也不懂，而逻辑告诉丹尼尔他完全无计可施。可另一方面，理性或许会告诉他一切的变数都是难以预料的，对方说不定也可能犯错。但丹尼尔并未想到这一层，机器人只懂逻辑却欠缺理性。贝莱再度感到羞愧难当，忍不住试图出言安慰。听好，丹尼尔，就算我深入险境，虽说事实并非如此。他赶紧补上这一句，并飞快瞄了其他机器人一眼。那也是我分内的工作，是我的职责所在。正如你必须保护每个人类，我的工作是要避免人类整体受到伤害，你明白吧？我不明白，伊利亚伙伴。那是因为你有先天的限制。相信我，如果你是人类，一定就会明白的。丹尼尔低下了头来，仿佛默认了这句话。当贝莱朝门口慢慢走去时，他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另外三个机器人为贝莱让出一条路，但他们的光电眼始终紧盯着丹尼尔。贝莱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自由，心跳也因此加快，不料突然停了一拍，原来他在门口看到了另一个机器人正朝这个房间走来。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什么事，小子？他呵斥道。我奉命转交一封信给你主人，是从亚特比西代理局长的办公室发来的。贝莱接过了那个私人信囊，他立刻自动开启，里面的纸卷随即摊开来。他并不惊讶，索拉利一定有他的指纹记录，而这个信囊一定是利用他的指纹当作开启密码的。他将其上的工整字迹读了一遍，长脸便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那是批准他安排面对面晤谈的官方许可，上面虽然注明了必须受访者同意，但同时也强调受访者应尽可能的配合贝莱与奥利瓦探员的行动。亚特比西屈服了，
他甚至把贝莱这个地球人的名字放在了前面。这是个好兆头，看起来终于能以正常的方式进行调查了。贝莱再度坐进空中交通工具，上次搭飞机还是他从纽约飞华盛顿的那趟，然而这回有一点很不一样，不但并非密闭式的机舱，连窗户都保持着透明的状态。